这一幕就结束了。不会吧？擦，计时间的，废话，来，第二个等。来，看我玩，看，先，看我。哎，什么情况？不要震动，不要震动，不要震动。我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你用的哪支笔？好了，我先这么擦吧。你用的哪支笔？ Sharpie。这支。对。刚才用的是哪支笔啊？另外一支。你为什么？这招当然擦不到。因为我没有。Sharpie 擦不掉的。你们直接是。就是那个。我是比较。就是地上擦不掉。一会儿换笔，不能用 Sharpie 换了。哎，过来帮忙，搞定了是吧？不是笔擦吗？擦不掉了。拿这个擦。有两只手有点不妥。不是这个，你就剪前面那个，后面这个肯定就。小心，不要拿这磨坏了。你这面根本擦不掉了，这个是那个。全擦了是吗？嗯。这一幕画完了。这什么情况？哇！这个笔好像这个洗洁精对这个笔不作用。当然不作用，这个是那种记号笔，不是 mark。啊，哪个？上面写着 mark 笔啊。但是 Mark 分行了行了，咱们不用那个了，咱们一会儿就用它原配的这个吧，原配这个还是原配好、还是原配好。之前应该试一下，试过这可以，没试过这只。不要把海绵空白的留在板子上，不好看。无所谓，这只你肯定都不要，这俩手擦的。这倒无所谓。你以为他 care 是花絮？对，人家不擦你怎么擦呀？花絮，对，这个简直花絮。对，这个片子怎么发现？擦脸，擦脸。我也擦。不要激动。靠，真的擦不掉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看一下还有吗？还有一只。哎，这个没关系，然后第二遍擦我就可以把那个去掉。刘森，你这是慢工出细活，你擦了半天一个人还没给我擦。真的是效率太高了。哎。这也没辙，人家很努力了，好不好？哎，那是 iPhone 5 S 吗？我靠！要不拿橡皮擦一擦？我知道这8块钱的和2块钱的笔有什么区别了。嗯，2块钱的能擦得掉是吗？这是2块钱的。我靠，这也是2块钱的？我还买了4支呢。来，把橡皮给我，我试试。橡皮不行，要用那个磨砂的橡皮。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人间不擦。哎，行了，那个上面看不出来啊。上面看不出来就行了，你别再折腾了。哎呦我天，哎呦我的弟呀、饿了个妈呀，看着容易，要不先歇歇吧。坐下怎么这么麻烦？因为这东西不是白板，这对，一方面这本身也不是白板，这就是个代替品。来，咱们来问一下包冰冰给咱买的白板为什么这么小，那咱们没有办法做。我靠，这不能怪我，你去，我开了开了开了，帮着 Rama 找去，哪有那么这么大号的白板一块钱？不行，这还是黑吧，这不行吧？你去了沃尔玛看过吗？啊，这个不行，这个看得见。大哥，我昨天晚上8点多钟才下班，今天早上的下班。你去，今天早上十一点钟。你去 stable。要不我们现在去看看呢？行了。行了，放过他吧，你就这样画了。如果是一个画面，这白板什么都塞够好了，你再去买个板儿，不是神经病吗？可以了吧？如果说一个画面就要插这么久的话，等会还有十几个画面。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100个画面。哎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不是，这现在刚刚那个现在上面能不能看见有印子？有，看得见。现在看得见吗？仔细看。啊，现在。现在看得见吗？这可是高清的呀。咱就算拿这样子的白板，好的，你能不能用点这样子？你是要把这油漆擦掉吗？那个擦掉，因为怕弄出看得见啊。沾着洗洁精呢？我给你压着。不干净，你可以看，挺干净，比这个干净多了。那个上面应该刷层油。你看，我就拿刷层油的话，洗洁精洗就洗掉了。我就拿纸巾去油的。对啊。我就拿纸巾，然后。废话，这支笔当然是可以擦的了。我们现在说的是那支笔，那支笔不一样的。来，就我旁边那个黑线上擦。虽然好像看不见。我意思是说，是用这种，要不要现在去买一个白板？你既然买白板，我们昨天就在说要买白板，但是没有买到。这不是这个人吗？我去找了，大哥。你还去写那个吗？我已经写了，擦不掉了。
荣仓，你要把他的名字留在了上面。哎呦，操！应该就这样了吧？就这样很愤怒。Sorry。你们好暴力啊！这样行了吧？你擦这么暴力干嘛？其实你知道吗？我们之前也玩过这种游戏。行了行了，你歇会儿，你歇会儿。我们用这留个空白板在这儿吧。你擦了点。好，接着换下一个，是他们坐在咖啡厅开始把这个小孩给诞生了。不是，反正我们就用酒精擦，一擦就掉。来用酒精去化学实验室。对，用酒精试看。化学实验室。你到哪去找酒精？化学实验室。谁能进？买一瓶不就行了？啤酒。啤酒不行不行。啤酒。只要有要靠的都可以。5%。咱们作为这个，那就那个什么国酒茅台，我操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个怎么样？这是 ACA 的小哈啊，不错，救他了。你们就不能去医务室去借个酒精棉吗？哪有医务室上班啊？你怎么老想着你是总统，然后你要啥，然后人家都给你把门打开？你留下空白板，留下空白板。今天是那个好，开始，这也擦不掉了。但是那个家不开，今天要不啊，你先歇一会儿，我们来研究一下怎么把这擦掉。弄哪儿？哪有？我觉得像去洗手间拿点那个洗手液，这个比洗手液劲儿大。对，这个肯定比洗手液。有一个少半死，是一个少半死，应该也有啊。对，但问题是现在少半死比这里大概。我觉得咱们暂停一下吧，这么住下去。一公里开车才多久啊？我骑车用。哦，这个效率。小马达。我压。擦不掉。还有没有？找一个那个人家抛光车用的那个转的东西。那个现在看得见吗？只要上面那个，我觉得是看得见的，而且咱们又是高清的。哦，您的脑袋差不多了，可以用。它是永久性留在这儿了，我无论画多少幅，它都会在这儿。它都会一直留在这儿。其实啊，我想说，好像有些这些免洗洗手液不是都有酒精吗？那个也可以。这个厕所里面有没有？有啊，厕所里就有。我厕所呢？不对，厕所那个不是。对，不是。厕所已经是有泡沫的了。对。楼下好像有。来，我们去试试那个。我估计擦不掉。就怕把这油漆擦掉。油漆擦掉问题不大吧？不是，他们拿那玩意儿酒精什么的，这油漆不就掉了？哦，你这个意思，有可能。没有白板的人生，要不就先这样。先就这样吧。